还是没有人听，算了。下来是 HC 带来的 XPOC。好，大家早。那今天要介绍一个透明来源行动，叫做 SPAC。这是源起于就是之前要看亚运棒球，然后那天早上看到公司有说就是他们有转播，然后晚上要看的时候我就上去查了一下公共电视，然后就发现这个好像没有来勾勾，到底是不是公共电视？然后就看公共电视有这么多的粉丝页，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公共电视？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就是公司艺文大道，就是这个也没有蓝勾勾，那它到底是不是公司的？然后公司新创电影内容看起来也不错，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公司。那更不用讲，就是我在 YouTube 看到公司而少，这个不知道是公司试出来的影片。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有看过很多粉丝页的话，就是诈骗很多，对，谢梦工就是光谢梦工就有几百个粉丝页。所以其实在各种社群平台，就是包含 Facebook、YouTube 啊、Twitter 啊、Instagram， 甚至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社群平台。那我们最近在跟Microsoft Research 的 Lab 有一个合作，那他们推了一个叫做 SPAC 的计划，那希望透过一个 manifest 去把就是透过网域认证过的domain， 然后跟他们的社群网站做连结。那台湾是第一个被选为，对，就是第一个受到威胁，然后我们需要来做这件事的国家。那主要是因为投影机一直坏掉。主要是因为，好，2024总统大选就要开始，然后这个 project 才刚开始，就是11月份才有第一次的 release， 所以我们就被选为第一个合作的国家。那目前进度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大家其实可以用SPAC 的sample page 可以去create manifest， 然后可以去看 manifest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 creator， 然后可以去做 verifier。 那比如说像无情业配一下，这是 reader， 那我们已经加上了，对，就是 manifest， 所以可以大家可以上去看我们在各个社群网站上面的真实的账号，对，那记得按赞分享。好，那听起来都做完了，那然后呢？像 GMV 它没有蓝勾勾，然后就是它也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，就是如果大家以后取 GMV 会不会是真的 GMV？ 对，那我们希望如果大家熟悉这个的话，希望小帮手虽然已经停更了，但如果可以拿来做 manifest 的validator 其实是蛮不错的。好，那这个是 SPAC 的 GitHub，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简单的中文的介绍。那我们今天希望寻找就是文件协作，然后就是会有缩帖。那我们主要是找新闻媒体跟市场的组织，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般使用者的回馈。那这个是Slack 的 channel， 谢谢。谢谢 HC， 那接下来是由 Timo 带来的 PTT 不能忘。